谈恋爱了。对啊，他现在有在谈恋爱。今天有把我的亮眼小秘密带过来，呢，我觉得就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最近贵妇们都在追的青春小秘密，六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贝叔，小猪这么大的运动量哦，然后曝晒在太阳底下还能维持，你看多亮丽，对不对？状态超好，很不简单啊！我完成了我人生第一场铁人三项113公里，超强，厉害！所以，我几乎无时无刻都曝晒在大太阳底下，我的跑者还有我的粉丝都觉得。怎么可能？因为三铁的人长得跟你长得就不太一样。现在来看到你是就黑炭，黑炭，女的沙金奴，女的帕洛尼，对，没有啊。今天我把我的亮眼小秘密带过来，玫瑰 CD， 而且它是爱心粉红色，超级可爱，超可爱。一般我们在吃就是保健食品的时候，你们都以为要配水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它是可以直接打开来吃。勇敢的拥抱，对，酸酸甜甜的，你们吃上看，真的，我录影前有吃，有够好。好吃，真的好吃，整个吃完就是有那种少女心喷发的感觉，对，而且感觉很下垂，也可以一直吃。我们冷静，我们冷静，你们吃起来有没有有一种玫瑰的香气？对，因为它这个呢，就是一天其实你吃一颗到六颗都可以，一到六，对，看你想要怎么吃。像我今天其实基本一天一颗就可以，基本一天一颗。那你如果真的觉得好吃哦，其实六颗以内都可以，六颗以内，但多食无益。对，像我今天是吃了3颗，因为我觉得太好吃了。好吧，我再来吃一颗好了，我刚刚已经吃了一颗。可以，因为它里面呢是有日本专利的玫瑰花瓣萃取，22万片的玫瑰花瓣才可以萃取1公斤的原料。那不就整个摄影棚了？几乎，对，是整个摄影棚才会有。我跟你讲啊，大家啊都以为玫瑰花是拿来闻起来的，很少人无法去想象说，玫瑰花吃起来的味道是什么？你给它含这个。就是满满的口腔哦，那个弥漫着玫瑰花香，原来玫瑰花香就是这个味道。玫瑰花萃取是最近保养很流行的元素在里面，然后像它呢，就可以打造一个灯泡机，然后你可以拒绝沙漠肌，然后这种是我觉得那种连尘螨啊、花粉啊会有点引起不舒服的，它也可以帮你舒缓。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缓释型维生素C， 对，因为维生素 C 是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生成，缓释型呢更能精准的补充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里面呢有红石榴的萃取在里面，也是最近韩国很流行的。我觉得就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最近贵妇们都在追的青春小秘密。这个研究哦，那个六个诺贝尔奖的得主贝叔，为人体的抗衰老、抗老化，而且它小小的一颗有8大的专利原料，而且它有113张的证书，哇，这很有保障。但我就觉得我好像出去外面买个菜回来5分钟就晒黑，但是怎么维持？我真的我觉得很有用哎，看我去台中这么久了，我还是这样玩，真的好白哦。因为南投是百越聚集地，你知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，我们都是2、3天都没办法下山，然后就一直晒，一直晒，一直晒。我们要杜绝黝黑的话，抗、补、换非常重要。先阻绝外界伤害，然后再补充植萃精华，最后呢再促进新陈代谢。我们就会打造我们的灯泡机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直接放在包包里，你要随时可以补充。我们两个已经快吃完了，这很好吃一天6颗就好，6颗啊，对，1人6颗刚好啊。刚看才知道这个团队我很熟啊，因为我们过去也合作过，他们的产品厉害，都是冠军的，真的冠军的。